下才会玻璃。我通常啊，对啊，夜零食啊，我刚开始想到什么夜绿定还是夜什么，想不起来。DC 想要泰拉的雅琴，收主角、啊。对啊，不然就叫法、欸、什么法师啊？不是林夜石吗？夜零食吧，林夜吧？啊，忘了。啊！等一下打架，等一下打架！来来来来来来！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架，打架！那就开始喽，地狱关卡 ，Go Go Go！ 是林业石哦，第一！不要关我，不要关我！我有跳！我要当间谍，我知道你就是。哎、欸，早这两个都有哎、欸。夜灵石，林夜石。哦，你的铁就是我的铁。这林夜，哎呀。啊、给你了。我的铁还是我的铁。哎呀，我输了。哦、了我已经认了。开始挖了。哎、欸，刚刚你弄不动啊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块铁。耶、欸，我在挖，我在挖。去上个厕所就开始了。哎、欸，我这边也有铁，虽然我离你们很远。这边又有一块铁，这边又有一块铁。哎呦，死了！地上黄金，地上黄金，地上黄金。你铁，你可以挖，你铁可以挖，我上去了。哦，哇塞，我们两个超好运呢。给你玩就好了。对啊，我去找夜灵石。差不多啊，差不多了。刚刚你还在上面呛哦。不是，我的那个网络有点问题，我调一下。今天晚上强强，哎呀！看你刚刚强强的感觉了。哦，我今天晚上蛮强的。喂，只有今天晚上而已吗？嗯，好啦，一直都蛮强的，一直都很强。你确定只有强而已吗？没有，要你这样说。哎呦，巧克力后面还有什么？你说啊。留点给我嘛。谁是光？哇，这个是权威还是淫威咧？怎么叫我？怎么叫我？这当然是权威啊！不要屈服。闹事哎、欸！哎呦，我可以挖中间。光怎么把洞堵起来了？不是我堵的，是哈记堵的。国王你好坏哦，国王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国王，来，把哈记拖出去宰了。国王拖出去宰了。真是的。那你那这一关的那个彩蛋东西放哪？自己找嘛。你嘿嘿什么啦？等下二零自己会去拿、啊。那是什么？嘿嘿。等一下，你就看到恶灵在天上飞。一种药水，一种药水放哪里啊？眼药水吧。在这个地图里面。然后哪里有箱子啊？恶灵，你就说一下嘛。现在是巧克力撒娇模式吗？你再不讲，他就要更奶了。你要小心哦，赶快讲。不说。恶灵。二零，你跟我说，今晚停你。我们的城堡里面，我们城堡里面，城堡里面，它会是放在箱子里吗？感觉是王座下面之类呢。啊，没有啊，没有那么心机啊。有，顶多就是岩浆里面嘛，没有。怎么可能不会烧起来？你骗我！好想要找到哦。可以啊，在城堡里面，来，赶快去找寻宝，寻宝。寻宝喽！探险寻宝，对呢，我的体力都让寻宝喽，你都让你的国王四处的奔波。哎，蓝队的过来我们家挖了。他在很高吗？哈基嗨，嗨，还好。你要去挖什么？哦，不会搞，不会搞。嗯，这要怎么上去？哦，在这里。嗯，对，来来来，一群来，一群来，来。哎，会不会在我们的城堡？我家跳下去死掉了。为什么我家也有跑酷啊？他们盖了，这样比较方便上来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想起来了。嗯，我们结束之后，我有逛一下地图。嗯嗯嗯。在屋顶。可是我刚刚去屋顶了、哦。没有哦。你又换地图了是不是？我不记得我在屋顶放过东西啊，所以我刚才问他有没有放很高。我在片对面的，哦呦，我不知道讲
你按他，我已经上了，我现在就不要自己来了。哇，那我成功骗到敌人了。我一直在对面家里逛啊，逛不到啊。哦，你要去抢对面资源是不是？对啊，没有，我在抢对面的那个隐藏的彩蛋。你看那个叫做黄金砖的东西，找不到。哦天哪、啊！石膏怎么挖那么久、啊？嘿，我看到蓝队国王了。找不到烂地图。哎、欸，国王你怎么了？还好是妈地图，是妈作者。嗯，你都不说。二零，你再不讲，他真要塞奈了哦。顺便告诉你塞奈的意思是什么？还会叫你塞奈吗？还会叫你领领，要不要吃饭饭之类的哦？对不对？这我不行，恶心死了。然后这条怎么被封起来了？是不能走的意思吗？饿啊！没有敌对的会把路堵住，这样我们比较难东西，再把它挖掉就好了。对对，太一拳，这是敌对常见的战术。我帮你垫下来。哦，感谢你。天哪，我花这些时间在干嘛？这个红魔鬼都还没挖完啊！红魔鬼超难挖的，我在用石膏挖。这个很棒啊！你是敌对的。啊！我被堵起来了，没有关系。我想揍他哦。有人说在这里，汪汪都不对，啊、揍不到，不是我啦。没事没事，我帮你挖出来。哦，是哪一个？不用理他。王座吗？王座没有啊。哦、他说没那么心机啊。我们知道开 Game Over 三去看真的。没有没有，不用 Game Over 结束我们就开 Game Over 三，他就输了。不用 Game Over 三就看得到了。不用 Game Over 三就看得到。你不用挖爆任何一个方块就看得到。啊哈！我是在那里面吧？应该是在那里面，很多尸体的地方。啊，你说房卡是不是啊？欸、哦，我要找房卡了，是不是被捡走了？他们家的好像被捡。啊，赶快去我们家找啊！在地上，对不对？地上。然后说我们怎么不记得我放在地上？他们自己买宝箱放在地上吗、啊？对啊，放在地上，对啊，就是放在地上。你赶快回我们家找。来到我们家，哦，他找到了，他比我快找到了，是一个抗火药水，就这样，好像还好，好像有点废、啊，好烂哦，好烂哦，哇，哎，好多哦，好多瓶哦，好恶灵，一边有灵灵，真的真的好香你，灵灵，你这样子很逊呢，我花那么稳啊，波浪鼓，波浪标，啊，好恶心哦。有人订阅我、说：“玲玲来喂你吃罐罐。啊”等一下，他听他讲完，听他讲完。他说：“玲玲来喂你吃罐罐。”罐罐，玲玲，你刚刚为什么？玲玲，你这样东西浪费我一堆时间。玲玲，你怎么赔偿我？啊？什么用？天眼并没有用。你什么时候赔我？他是这个意思。二零，啊？我天眼兵用下去没死，没有发光。哦，你叫谁？你叫我的玲玲吗？哈记，你叫谁？有 bug， 不是哈记，你在叫谁？你要叫人家的名字？你要叫小明。要尊重。我呀，他是你的人，不是我的人，我不能这样叫他。可以，他希望大家都这样叫他。所以为什么我？还是你想要三个字？二零零。二零零。不是他想要三个字是小玲玲哦哦哟！我一走出门就吸到一堆小、巧克力喷的垃圾，我怎么都有这么好看、啊？你又知道是我喷的、哦？哇，400分！看你往下丢、哦，猜了这么久才400分，对我下次不猜了。来猜来猜城门呐、啊，来猜那地狱门呐、啊，来第一门，没有啦，主要是我拿石膏啦。哦，然后对面也有人跑来跟我。学我挖啦，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喽。哎、我吗？要换那个，还要思考一下好吗？我知道啊，可是我开场直接冲过去了。努力的，怎么还没升？努力，我有升一阶哦，二三阶。你怎么跟上一场不一样了？是不是生气了？因为我是国王啦。嗯，小李宁，努力。小李宁。好，没问题。努力。没问题啊，这绝对没问题。有人要往我们家地狱门哦、喔！你在他旁边放那个石头，不用担心啊。我身上没石头了，刚都跟用掉了。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
跟小玲玲打，小玲玲很多石头。哦，小玲玲会给我一点石头。你回头回头回头，哟呼哟呼哟呼，有黄金，国王有，我要去换金镐，我不金镐、啊，先回头，不是我回头，换钻镐，金镐，金镐，嗯，我已经到顶错了，金镐钢，金 ，shining 镐，还是顶得到哎，可恶，我的弟弟快要疯掉了，这里怎么可以这么乱？不要去看哦！哎，哈基，你有朋友了，这边也有一个强迫症的。哈基，不要下来，你会疯掉。哈基，不要！我没有打算下去的意思。生气就输了。开战，中间有赚了。哎呀，下去了。中间有挖吗？应该挖掉了。我在拆板，被挖掉了。我们家楼上有人呢、欸。我们那个是有人在打我们第一门。对啊。哎，这边有路上去。对啊，刚刚有说有人在打我们地狱门。哦，所以天眼兵也要等到时间到，他才会发光。哎嘿嘿，对。啊。哇。哦，所以一开始也不会发。哇。没有血。哇。太多人了。很多人，超多人。打不过。你要不要跳下来？要不要跳下来？要不要跳下来？好，我跳。叶灵石啊！叶灵石，为什么我打他没有伤害啊？他不是应该一碰就碎的吗？那个叶灵石这个吗？然后互打一下，他后面有人。叶灵怎么丢了这个？你先缓一下。哎、欸，他们大火，他们全部在我们家。我没装备啊。你们两个啊，下面的也有人在挖。哇！我防御阵线。要拆啊拆啊！你们上吧，换我农资源了。没看到国王一直在控吗？大火。有啊。我在他们的地狱门、啊。救命啊！可是我在他们地狱门、啊，这样就换我被扣了。我来了，我来当送头使者。王受伤，哇，这一队很凶哦！打，还在炸，哎、火哎、欸，是有、哦，他们没有炸弹呢，但是那个地狱门的地狱门要有人帮忙。我来了，我拿着我的桃木剑上了。他们有两个，我这样上去也不好打。乌狼吗？王王你在干嘛？我在努力拆他们的门。王走，王走，不要躲，走。好，走，不小心掉下来。但是我没有剑啊。你有木剑吧？就干扰他们打，干扰他们挖就好了。对啊，牺牲你的命，一起上。桃木剑，一起上，上哦，火光也上了。他们有一个是空装的，还好。啊，好痛！欸、可以。哦，再上去一次。你人呢 ？Go！ 我现在被治吗？有。他摔了。好，我把这边埋起来。后面，你们后面。我后面哪里？那个哈基后面。哦，哈基后面。啊。那我把这边。国王御驾亲征啊！下去！啊，你不是叶灵石吗？怎么会打不死啊？打不死的叶灵石，你是快第二季的了吗？他已经跟黄金融合一体了，他偷换的。哎、欸，我们有地道哦，他没有挖地道，只通我们那个哦。刚刚可以奴隶山吗？哦，可以，可是我现在在地底很深，我等一下上去。好，那叶灵石哥哥快爆了！玲玲加油，玲玲打叶灵石，玲玲。究竟是玲玲会赢还是叶灵灵会赢？叶灵灵，到底是哪一个？跟叶灵灵。哎呀，二楼又来了。嗯，好，我去升。啊，掉下去了。哎、欸，有了，帮忙升了。哦，那我不用上去了，我继续在下面。口也不拉个、啊，算是了，我就没有钱了。你要想，这是一个投资，嗯，投资理财有赚有赔。我有一场完全不挖不做事情，可是没有说明书。